拍空气哦，那即摆拢死掉了，我甲袂袂掉。这下早报正我放鸡巴，我的你啊，这人，哦，来啦，我招一个啦哦，我招一个人加薪倒尾啦，卖讲开偌济，开一千块八七百，这下早我哦，哎，买300块，了两买300啦，这三买300招一个啦，四买300块啦，啊，这五只300招一个人，要给我送来300块，300块。来掏钱一个，哎，贵啦，很贵啦，三条啦，四条啦，五条啦，哦，这宝贝六条啦。来掏钱，过来上来，来等下找你哦。两倍嘛。来钱，三，七，五啦，六啦，三百块啦。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卖得太便宜，卖得太疯，卖到不够他绩效。3、4、5、6，对啊，今天比较晚，没关系啊。反正今天我看一下进驻有开吗？进驻我们这边没有开。没有了啊，好。对啊，今天进驻网都没开，所以我今天不拍进驻网，还好。今天两家店，今天两家店基本都没开。还有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上一次。这个比较漂亮的你要吗？这个水的是300啦。是这个水果加300，你看不？哎，一分五百。两万啦，保税费加了。这个水的，我买。来找啊！来一千的来。来找个。我还在考虑，等一下要不要冲去猴桶？欸，有人帮我查一下猴桶有没有在下面？哎，我用这鸡仔水哦，这鸡仔水，这水听讲，对哦。啊，你问一下，你介意才买袂要紧啦哦，这300块，这一尾拄好一斤的啦。哦，这四尾嘞300啦，这五尾300块啦，这有200无，差一尾啦。哦，这300块，今嘛今嘛今下雨那就不去了。哦，有200无，300块。我查了查了。300，阿姨好无，这好无，好无啦。收啦，收啦吼。等一下来去永安，永安渔港逛逛好了。哎呀，这个沙包两百，我来永安渔港，永安渔港怎么说好？沙包就两百，300块。后面的东西啊，沙包两百，我们点300块，300块，还有吗？300块，哪里要买？啊？有，他在附近，他等下就来拿了。好好好，来，到两个来，两个几百呀？还够200无？300块。这个是全部走的。不走啊。来，有留东西的赶快过来拿了哦。这个水妹，拄仔你讲拢无咧听啦，在咧促抢，爱过剩啦。我先来啦，300块够人来无？这300块够人来无？300块，我问一下，300块去五位够300有无？300块，300无哦。是臭狗，你嘴条讲，伊这吼活活哦，用别家个讲讲到死的。啊，伊迄是哦，伊这是活的活的，放伫水底怎死去的？无共看你猫无？唔是唔好啦，迄看起来较无遐水啦。伊活到活看起来较无遐水啦，卖相不好听。我会使甲你买100块，我买一百。啥物啦？迄买100块？买50块，你又着买100块？你无你卖100块啦！无啦，我卖伤济，入面我再甲你。卖伤济好啦，你等我一下，等卖较少。敢卖啥物会敢卖啊？敢卖你大粒的，你只敢卖哦，这只一公斤。你有好超市，你有得买啊？只偌济，只卖800啦。你还卖800啦哦？只卖800，两偌济，两卖来1600，1500我退去。哎，1000块你要敢卖两卖，1000块。章鱼玉林来了没？卖少，干脆来1000块你啊。章鱼玉。1000块。
一千。啊，东西拿了没？我来买哦。都拿了。后来，刚不有两百，来，你要吗？来，干杯！都招一个人给我啊，一千块好不好？一千块，过两百无干杯，适合一千块有两百无，四盒一千块啦，四盒一千块买，也无买两盒就好啦，无挂好了，就为了买两盒五百块两百。还有五百箱的嘞，我五百个问题嘞，这两盒我五百好箱的，五百块五百好了，干杯过两百无两盒五百好，两盒五百块。你这干贝顶是假的哦，五百了，两公斤哦，两公斤是两斤重的，五百。我付完我才过来，来，我问一下，我钓虾吼，你鸡腿吼，我是干贝子。不尴尬啊，我有什么好尴尬的？我脸皮这么厚。你最常讲你叫这个放放嘴啦，我讲人放放嘴，你听好不？你进去后摆煮，你搞微波加热啦。微波加热用油煎煎煮煮，用烘的，你有烤箱，你个用烘的好食。哦，这哦，这有市场料啊，哦嘿。啊，这啥？这一克哦，你卖来就一克卖百五啦，两块卖三百块啦。你有想要吃啥？我招一两三三个人过来，好啊，好不好？我先招三个人去搞买啦，哎，一人买三块来。你三块卖，你四啊个卖四百啦。来三个人，你现在三百块啦，卖三百块。我年轻时候靠脸吃。现在靠不要脸。来三个客人，你嘴条讲话，都有办法吃。两百了，两百我来，这下我上来四啊，两百好啦。一下剩五十，你留底位肯定我来，这下我来。两百了啦，两百好啦，这下够好。青啊，这个。青啦。来煮啊。哎呀，你该煮唔只，无你有咧啊，熟个你是嘛煮？两百了啦，一克剩四十块无人敢吃。你去好买鸡腿嘛，唔拿两百块，一支即马我一支鸡腿才两百块了呢。不人爱无两百块了，两百，无拢无人要吃哦。我有吃啊，我，你吃剩四十块拢无人敢吃，拜托个，你拢买拢无咧细消息就对啦。即个拢无咧细消息就对，唔捌吃你就是爱买看卖。迄人捌出事嘛是出事哦，唔捌假人嘛是假人咯，嘿，对无吼？哎，啊，若要细细点啦，即个搁送你，就卖细细点。两百先，两百好啦。无人爱我四块，两百块先来两百咧，两百。对哦，人伊袂晓食哦，咱老咱家食了啦。后面还有，这是哦，哦你这去，我早晚中风哦，我拄啊迄台搞讲后面还有，你大细位查济物件，查济看无。没有，因为永安渔港离我这边才半小时。我就去那边吃午餐呐，再回去。蛤蟆我搁袂袂食啦吼，蛤蟆啦，我提供你只茄子哦，差不多十个来只有五个，你带蛤蟆来。我们现在来一百块一百块，你蛤蟆先卖一百块，一百块。一百块嘞，蛤蟆无啊啦吼，一包尔。一百条啦，蛤蟆。哎，这个人要虾啊，无三百块三百条啦。哎，三百好来。哎，虾是三百块，现在三百条啦，这边来，过来。很多嘞。正经道理来，来个虾米来？有留货的，赶快过来拿。虾个虾三百块，虾是三百块，虾个三百，听下来。来，我跟我们讲，虾子还有谁要三百块？三八。黑三百块我啷么吃啦吼？虾子三百块我啷么吃个？黑三百，黑三百，来。
贵军什么天长地久？江宜的，江宜我放火了。我不知道、你买真济嘞，买真济行啊！我问前面是香油啦，哎，啊你若要讲少，我嘛就四百啦，两百了啦，现在两百块啊，香油先卖两百块，安怎啦？卖货啊，卖货啊啦，卖货啊啦，卖货啊啦。哎，你卖的时候你唔紧买，啊干那卖你也是只要黑啦。哎呀，香油两百块，我吃哦。有啦，有啦，较紧的啦。我问你，你卖唔较紧的啦？啊，卖你也是只要来一分两分的啦，你知啦？我那拍习惯了，是安尼啦。啊，香油个现在两百块啦，两百块啦。香油一个。两百块。来，你收过来。来，那么而已啊，是吧？好啦，这个火把，你们叫火把。哦。还有，我要两个。来，等下这一箱，两个五百的。来喝下嘛，两个多喝一箱。好。鲍鱼够无？有啦。有。啊，你我给你几箱进来。等姐，鲍鱼等姐接电话。嗯。然后鲍鱼够两份。鲍鱼两份的鲍鱼。来。来香鱼，过来，他过来包鱼两份，四五百，安尼算是五百，啊包鱼一份偌济三百，安尼搁一包啊，安尼。过三包啊！这个两千是刚好，那个要掉下。你两千没关系。来，鲍鱼两份，两千项有嘛？好，六百。我唔知啦。然后，饭鱼五百，鸭肉羹两盒，安尼拄啊好，千三，搞两百。过来，来。香鱼，剩只个香买无着的，我香鱼买无着，香鱼两百块了，搁两么香鱼的无啦？香鱼啊，头前来。好，来煮的。好，来煮大家吃。来最后一个200块先买，两百，够无？两百，最后一个200块，无人来吼。来。来，我后摆跟你讲出来，你准备坐什么来着？然后我数学我无要紧啊，我唔是还是数学出身的啊。来，二，三只给你，四只给你。我是三百块，还是数学出身的。还过来要鲈鱼吧，300块。我一个人来，我300块。哦，三位四位又来了，四五位过现在300，又过来买我300块。我一个人卖我300块，三百六六六，无人来，我来谢谢来。还是数学，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。我的数学是数学老师教的。鱿鱼花为两百，什么鱿鱼花？哦，200块，来喽。这边来，一个人。来，这一两分呢？要同你聊两百还是讲啊？这边400。这么一个要两分的，好，来，拿好哦，好，一百钱我收你哦。来，好，刚好拿吗？那你就去，这里也六千块，我家得啊。来个车，200块。真的吗？刘一花，两百块。博南在后面铺冰。100的。有没有博南在这边？
你看小小的一角，这里这里，我奶奶家，我奶奶家，有没有看到在这里这个？来，十二钱。吴锅鱼生鱼片就是台湾雕经过杀菌，然后真空氮气包装的那个，就是吴锅鱼生鱼片。现在都没秋刀鱼了吗？不一定，秋刀鱼不一定。来，大袋子。冷咖，冷咖，冷咖。散咖，散咖。阿布在台中，我阿布在做什么事情？你那两卡在谁啊？葵花有？没有了。啊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没错，没错。不然要黑了，我问你个三百有无？好了哈。来。白手吼，白手太好啊，这我卖着好无？白手哦，这等于你搞用吹啦，啊用蒸的拢好食，我招一个200块对吧？你早卖300，200块，你六月2800的，你八只200块招一个，你十月200块，200块你听我。来，过来，我白餐我200块，哦，两月来，四月来，六月又来，还是八只200，十月200，十二月搁200块。来，姐。来，你一、拿，归。你嘛袂晓。刚来了。过来。过来，放。来，再搞一个。来，你四。看谁多少哈？归。来，边头前搁一个。傻逼。哦。四。来。拿。归。三十二来200块。哦，200块白餐。二四来六八来十。来十二，来200块，够人来无？白餐，白抢200块，够人来啊吼！来这100有人买无？来，头前买100对吧？过来。来两个十八百一只，一百哦，八两百啦。无爱啦，我食袂完都。来，我吃几块肉，食袂完你等代志到有办的，这个不是两百好啦。当然两百啦。来第二包。对啦，刚刚买的你该去买水饺啊。等于变是两百啦，我袂。你做几盖？做几盖？哎，你做下面就安尼两百，你都无。哎，电脑阿济，伊甲上互你，你阁无爱，人买去啊！来，老的够声还袂来车？猴刀肉，猴刀肉是谁的？刚刚谁的？雅慧吗？雅慧你来阿未？雅慧，雅慧，这海龟子有人买无？海瓜子，这等于煮海参嘛，好食啊！对哦，超市八十啦，八十啦，五斤海龟只卖无一斤的千八，这我招钱的，包八十两包，包五的三包四包开300，招钱200块只。杨慧过来拿你的东西了哦。两百块，你5包200，海龟只有人卖无200块，海龟只啦。哦，八号的。哎啦，1800啦，200块，过来。哦，你好。帮忙留东西还要记得。他年轻老醉啦，珠海三买啦。没有来拿，我还记得是谁。我包两包过来。我的记忆能力逐渐在恢复。我包两包就结了。确诊过后的确有一阵子记忆力不好，最近比较好。哦，无人买吼，煮汤煮麦好食，200块。两包，无人买吼。好，谢谢，感谢你。哦，今天到此结束。喂，好 ，OK， 结束了。哎，今晚他直接先卖，叫人卖。老点是谁哦？企鹅。今天现在1500了。大家嘛在给你点名。1500买台哦，买台啊，1500。有人卖不啦？你叫老点。千禧，千禧的。没有，没有。
无人会无人，我靠！好，雅慧赶快过来。好，无物件。哦，给。我四条五块。我年轻，我去学校教书的时候遇到那些小朋友才叫年轻。小姐姐给留了，请你了，可以抬啊。那些小朋友可能连刘德华郭富城是谁都不知道。哎，看我胸口了。轻微嘞，都降降温嘞。我是小人吃完，我是小阿姑，还要吃还要吃青嘞。你这白拢就青啊。我有买保险，领多少？还可以啦，还可以，领的还不错，就这样子，知道就好。我是有续保成功的，所以领的还不错。对啊，对啊，怕你们抢劫我，所以不能说。没有啦，真的领没多少，还领不到六位数，好不好？哇塞，这次中大奖14万，我还领不到10万。因为我只有防疫险，哦，我没有买疫苗险。如果有加疫苗险的话，可能就有十几万。如果防疫险加疫苗险，应该有十几万。但是我就防疫险。你54万的那个，我算一下，妈，哦，它有放大哦，它有放大哦。那个牛柳，牛柳，五柳。4个保单，果然是有放大，有放大才能领到这么多。气儿，你是没买到吧？不是买不起吧？防疫险才1500多块而已，怎么会买不起？我的防疫险当初好像买1580块吧。我不是故意中奖，我是不想中奖，但是也是中了，没办法。老板，这买三百万，对吗？有剩一只龟母的，无爱人的啊。这要买三百，人买行的无啊？伊要小刚啊啦。大哥，大哥来小哥，他们切好了。他们切好了。气儿，你够好笑。OK， 金马楼 OK， 然后富贵鱼、金秋、我啊，过来，哎。你也不在场上说。
因为奋斗的时候两个差不多。我也奋斗两个熊差不多。对。哦。因为另外昨天。中奖前都是过滤彩放一下就好，不一定吧，看人吧，有些人还是存下来。半小时了，怎样？有一条线在前面的，然后两条跑右面。有一条线在前面的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黄金叉，黄金叉，黄金叉，哪一台板？他怎么跑的？对啊，风吹呀。Okay.
刚买哦，再加涨一下。千一啊，千一，千二。拜拜。